为什么？真的会有女巫？假的？为什么？奇怪啊！我在废矿啊。但是我才选中的，还好吗？你在哪里啊？现在突然出现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救下那个钓鱼的。哎，干嘛？为什么？我好累。为什么死啊？我不知道。真的？但我还好啊。不要再访问我要放假点到了。
在身高应该是原价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快跑？不知道。好可怕！我忍不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只有我跟你啊。你还好吗？怪。太暗吗？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在哪里？有个人听不听得到我声音？嗯？怎么听得到你声音？你还好吗？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然后说一直很晚，然后我现在就是现在要跟别人拿东西。哎，好想打我，打到哎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对，我变成蘑菇香菇啦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先去那个地狱。玉兰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太可怕了，我跟地狱应该不打。玉兰。地狱长怎样？地狱要吗？巴黎。OK， 找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还是不想玩的，去地狱啊。你还要去地狱啊？嗯，我不开心。我觉得很害怕哎，因为我不是玩的这么好，我要先去把我的剑修好。那你去矿洞里呢？我擦的都很亮。是哦，哦，对啊对啊，你打吧。这都变成疯狂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拿点钱。打破东西，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打破东西，僵尸哦。我拿那个手冲了他，捏他。哎，你们怎么按我的黑曜石？就借用一下，借用一下。你等下把它挖开啊。外面的多怪，那外面的多怪，你那黑曜石很珍贵耶。我打过，再过打，然后就我家会怎么有毒啊？哎呦，好毒！
说什么？那只女人会召唤僵尸的。